找养院好，比医院好。爸，我给你找两个护工轮班，有什么事情随时吩咐他们就好了。难得你喜欢，我朋友说了，您爱住多久就住多久。云南那边怎么样啊？别忘今天回来，那个法国团队已经过去了。降水300多，好年份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谢谢。太好了，算我没白忙活。这地方谁找的？不会是袁总吧？不是啊。不过，是他又怎么样呢？他对我挺好，可是不想跟他发生什么联系。跟他没关系。走。客户对你不错，就是我说去纳斯达克那家网络公司啊，每年10天不住白不住。看来喜欢你男人还真不少。但是我喜欢的只有一个。我们以后是不是不能再见面了？什么意思？你太太要回来了。你让我知道中年危机是什么了。是什么？想扔都不敢扔，想要都不敢要。还说不敢要？眼前一亮吧？哼，哇！有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呀？拜拜。啊，拜拜拜拜，拜拜拜拜。哟，换新车了？没有，就换了个颜色，他非要换。啊？这车换颜色可很麻烦的，
手续都是他办的，一点都不嫌麻烦，说一定要还。走吧，上车。换个颜色也不错，要是我啊，连车都换了，整天开着熊青春的车，他心里能舒服？小爷没会过日子，你不知道。我算看出来了，是他在主导你俩发展的节奏。凭什么是他主导？你主导行吗？必须的。这次还真干得出来，你看，就是这款捉奸神器，名字够惊悚。你担心的色诱，再加上这神器，我的想象力是不够用了。你呢？那就叮嘱米娜，别让他知道了，千万别让他知道了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你这脸色不错。今天神神秘秘、古古怪怪的，没什么。你联系一下米娜，明白说有点事儿要找她。拜托了。我走了，去接太太。啊，飞机快落地了。我把房卡留在前台，这离尹爸的疗养院近，过来休息也方便。放心，我不会来打扰你的。我房间退了吧。我不会再来了，年纪大了，即使想解放天性，也没有彻底解放天性的能力了，只是发现的太晚了。手机半天也不看，你怎么了？一梅，能不能把你的好命给我匀点啊？小声点，要不我走了。我到底干什么呀？要我陪你哭？别走，你陪我待会儿吧。那好，那你别这么哭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老婆回来了。他去机场接我，偷偷跟着去，躲在一边，什么都看见了，你都不知道。
他乐得屁颠屁颠的那个样儿。做猎头的都该懂个理儿，要知道被猎的对象究竟想怎么个活法。有时候多少钱也没有，有时候再真诚也白搭，人家根本就不想要那种活法。陈修峰，你有多了解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没戏了？游戏也是戏，看你是玩家还是玩具。傻乎乎的，肯定是玩具。说到家，我就不赞成你这样的玩法。这什么呀？小三儿啊？里外不是人。你怎么看是你的事儿？你有郑秋冬，我要的是富贵险中求，爱拼才会赢。这是被洗脑的誓词，拿着青春美貌赌明天。既然想明白了，又何必再流泪呢？我就是觉得心里不平衡。你说他刚跟我，就去接他太太。是你自己愿意的，还是袁坤逼你这么干的？您好，是罗小姐吗？啊，我是。您的房间是我们李总亲自安排的。谢谢。谢谢陈老师亲自接送。啊，哪里的话，客气了。你说这是酒店吗？啊，怎么样？这酒店挺好的，老爸的疗养院就在河对面，过个桥就是。不是闲人，待得住。你们忙你们的，有空过来喝茶。朱凡能告诉我，咱们换家酒店。有一个原则要记住，不要自寻烦恼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你拿我当玻璃人了？行了，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，忙去吧。拜拜，走了，拜。拜拜。对不起您的付出啊。之前答应我的应该都还算数吧？当然。嗯，给我看看吧。从心理学来说，你绝对不能看，看一眼一生都挥之不去。我马上要做技术处理，给你的声音和整个人打上马赛克，谁都辨认不出来。我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现在就剩下你该做的事儿。你答应我的，只会有这一个版本，绝对不会再复制了。你会保护我的声誉吧？
当然了。